大家再坐最后一次摩天轮吧，大家再坐最后一次摩天轮吧。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伙伴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，关于摩天轮的，关于摩天轮的。如果你们的蛋仔坐过摩天轮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坐过摩天轮呀。你的蛋仔坐过吧？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。伙伴，你们喜欢摩天轮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摩天轮，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啊。伙伴，伙伴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今天我在蛋仔岛玩耍的时候，伙伴们，伙伴们，我捡到了一个土豆地雷。伙伴们呀，土豆地雷中有第二座蛋仔岛，这个秘密大家都知道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今天我在看第二座蛋仔岛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是关于我们摩天轮的，是关于我们摩天轮的。小伙伴们，我们的摩天轮可能要被删除了，可能要被删除了。再见了，兄弟，再见。我有证据，我有证据，快看呀，我看到了。第二座蛋仔岛里，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在盲盒屋和商店的中间竟然没有摩天轮了，而我们的蛋仔岛上却有摩天轮。伙伴，伙伴，难道水晶球里的蛋仔岛是在告诉我们摩天轮要消失了吗？所以啊，水晶球里的蛋仔岛才没有摩天轮了，摩天轮要和我们说再见了吗？再见了，兄弟，再见。